多月没有开哦，丰收包子时间到了。来，这就叫做车内老马，要好好来清洁一下。哎哟，车子两个多月没有开哦，丰这个皮，又过来，给采收一下包子哎。哎呦，收包子时间到了。那个。记住我刚刚有把稍微切切的，来，这些杂物先全部先拿出来，瞬间出浪完成，杂物全部放屋顶，接下来赶快再来换到后面，哇，惨不忍睹，一样全部拿出来。这个粉丝送我的皮大腰包，为了去湿鱼，把它大锁，张西西锁套，不料去湿面纸，火酸先出来，这给出来，我叔姐来这边，暂时放这边。空间感觉就很爽。三八零钱口罩，这杀出来，我上去，看看干嘛给作战。再来这个地方，拼起来，全部杂物取出，瞬间洗好了，所有杂物先放好，开始清洗。都是脏东西，继续。这里面是什么烧？布里亚拉就是轨迹，这个拿起来好了。地毯全部拿掉，瞬间拿掉，水搬出来，搬出来地毯拿掉，瞬间地毯拿掉，这边也是，这地毯叫垃圾呗。还有一层，还有一层，好，继续喷喷。换这边，这嘴灰尘先补光，车尾拆分，这边也是，来接。最近想用吸尘器啊，阿在搬单啊，用这个速速的，这边里面来我接了。哦，你看，我咧看这用吸尘器无袂使，瞬间触动戴森。太粗了，吸不出来。石头也是，这个几块这里电量还得石头，全部吸干净。鲁夫快到三档，这个没鲁夫三档不行。瞬间吸干净，真正好用。副座这边。三档不用太久，才不会那个马达会很热，怕挂掉。我知道为什么要用汽车吸尘器，因为那个很多角落它吸不到，大只的不行，所以要用小只的，然后加 QQ。这里面都是霉味。QQ 空气那家站。刚刚忘了补光，来，一起来听我唱。哦，哦，好，不要顺便，这个也是。嗯，来，来。哦，再来喷喷。喷喷之前，这边火点开，吸吸。好，给这清洁。
紫外线铺上，瞬间好了。所以最后再吸一下，最后再喷喷，喷干净，紫外线上去，好了，再来一层，好了，哎，这个，哎，黑几条都流血英文歌，发现这个太大片，剪掉，要不然 kick down 这个压下去，勾住危险。来，单手下去剪，靠记忆，应该是还好了。好，有没有刚好呢？再盖回去 ，OK。好了之后再来换后面，来。好，清干净。Everybody up！接下来从这边喷出去。换出去，换来这边。清干净。Everybody up！再来，这个装上，这个先跑出来，泼上去，再在村庄里。绝对撑不了20秒，40秒，瞬间进去了。再来全部喷一下，车门没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，这个门都要重粘了，脱胶了，喷干净，再来75%抽一张。擦一下，哦，这里底全部拢个包纸啊，这算，把这台车算会重生啊，来个车，你这里底拢全部有个霉菌，你知道？哦，这个还蛮好用的，对吧？把它剩下的部分脏的地方，我们再擦拭一下。好，过一张，换后座。哦，未歹，这个米色内装我喜欢，但是就是容易脏，不好顾。那个霉菌的味道有慢慢不见了。剩下比较脏的哦，这个擦一下。好，换张，整包拿走，换出嘴来这边，再抽一张，看这片的部分。对啊，好了。安全带这个要擦，要不然安全带它都会生锅。这个也是，换左手。够超，加赞。接下来剩下的部分，你看这边都黑黑的，擦不起来，再拔一张新的拔出来。稍微擦得起来，但是做歹起来。叫伊当初这是到底喷着啥？蛋壳或是什么烧的？你看，哇，这做歹起。好，我们暂时先放弃。对啊，这唔知到底喷着啥？这可能爱用做拉的物件来洗，但是切起来先，这个可能皮会脱胶。冇紧，不管，零皮要弄好。结果整个都开了，这不还够用拖回来两门。先这样进去，这边瞬间进去，这是两门才有的装备，瞬间是4门。个人觉得这装备没有用，到前面去吧。出来之前剩下的这个，顺便把它擦一擦，还不用浪费。哼，这有够乌的，这车都无洗哦，无代志，愈洗你愈想要给它洗，所以车子会越开越干净，越整理越干净，越不整理它就会越脏。好，再抽一张，这个后面再擦一擦，这尾啊，等下入去都消毒过，那个啥空气的味道应该是足赞的，就是会有空气的味道了。
什么叫做空气味道？就是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就是最好的味道。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哦。好，这样伸手 ，get it u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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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边也顺便哦，这有够乌的啦。啊，这就是拢下雨哦，下雨的时候跑一些东西雨水进来，所以人路顶也不爱塞车。哦，这若讲真正几台车要大米用要洗啊，做清洁，以我刚才洗一个月。好，换姿势，进来，换这。这个常常在按的时候，哦，手会有一些脏东西。这个后来电动上也是要维修，就排挡头的部分擦一擦，哦，排挡座这边，哦，来对这鳞片，排挡鳞片，哦，啊，这时间搁你加速，哦，前面这边，哦，行车电脑擦一擦。我感觉这真正切切心情加真好呢。准备战争，迄个啥？宫廷的啥？宫廷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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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迄个啥？什么？科目三的钢片的音乐。好，来，擦一擦，搁遮，瞬间干净，瞬间干了赞美哦。好，来换遮。上瘾哦，上瘾刷上瘾。中央扶手。这边里面，哦，在深夜里的花园里呀，挖呀挖呀挖，就这么一间卡布雷里面，挖呀挖呀挖，在深山的上面里面呀，挖呀挖呀挖，在这个村庄里，你绝对没有办法挖超过40秒。后来，在这里你可以约你表妹一起来这边挖土，你知道？他知道这种游戏叫做挖金。哎，来这边。就这样，今日可以重生啊！我这只一个钻石，好，中央扶手瞬间弄好了，再抽一张，哦，垃圾棒仪表这边，哦，把它擦干净。好，啊，再来换这旁边这里，哦，要收只生果搁较济啦，你看，恐怖呢，这方向盘后边。哦，方向盘的背面这边，哦，整个都还是生菇呢。这个也是哦，大灯开关，手每天在出摸是非常脏。这个啊，哦，这边挖干净。好 ，OK， 第二最高境界眼不见为净。再来这个哦，方向灯的搓一搓，那这边也把它搓一搓。哦，雨刷，哦，定速钮，搓一搓，这个排挡下面这边搓一搓，改变落搓一搓，搓一搓，支搓冲捧车，好，看起来，我这边爱翻修，来，不锈钢珠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不亮蜡就是 mark， 好，剩下的这边再搓一搓，搓一搓，车门饰片擦一擦，搓出新一张。哦，有够垃圾，要收嘞！这个后来我再分享怎么洗这个隐色的内装给大家看。后来这些筷子全部拿出来，车门才不会叮叮叮叮。不要拿去只手把。就搞哦！得得得得得得得，你看这动作，哎，这边的车门还好，嗯，好 ，OK， 这片门完成，再放回去备而不用。接下来后面的门，哦，搁一张，啊，这边的那个电动窗坏掉了，坏很多年了，大概3年了哦，还三档啊。这内底切了清气，哦，这块衫较脏，感觉非常脏。好，哦，擦哦。好，后边这个该顺者哦，扣一下 style。好，我做。
注水来到那个右后车窗。这个车老归老，看起来感觉还不错，这台车快30年了。好，这个星期瞬间加三角汤嘛是用这胶带的。好，之后这里，哦，这里加来去切的。哦哟，不要求吃，不要求吃蜘蛛丝。这我的洗车这来的，我就该洗这所在这个地方。来古巴把它弄好，或者看起来很爽。好，最后来，你副座多刚好切过，刚才也无咧哦，也无咧。哎，也是有啊，有啦，无要紧啦，提起一大盒，叫做火锅一摆，相爱的机会，感谢你对我这蛋白。好啊，有重新出发的机会啊！做人的滋味也几贵。好，整理完成。哇，接下来后车厢里面惨不忍睹。后车厢也是卖菜，这我这需要改切这个。这个地方，这个有水这边，这也被洗了，这清洁，这车还是足古的。先大概这样了。好，那个杂物先不管了，最后洗礼。不要去吃芥末，水上去，来。关上，再来，关上，然后这边清一下，里面东西有多多，有够多，不是肉多多。其实到底生啥想啊？真明显啊！先生，喷一下。奇怪，车上带哑铃干什么？有没有人要健身？这箱杂物进去，奇怪，里面东西为什么那么多？裤子拿出来，原来蓝色西装在这边，放到里面去。环保袋就这里，面纸拿下来，前面一包，中船一包。雨伞不用那么多支，带一支就够了。雨伞看风这边，那么多脏东西，丢丢。手套在帐里丢丢，肩颈小伙伴在这边，车上过夜很好用。老车准备灭火器，行动电源放这边，湿纸巾是必要的。脚架，很多筷子、滴管，东西全部消失。三金属放这里。最后进来进说，深呼吸。哦，这里空气给非常激战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里拜拜。哎，非常好用 ，OMG 正念剂 ，OMG， 你要用一点力。今天布收一下，有金吗？有没有金呢？影片下方点进去，万380块尔，下单我一支持白龙血。